要求成员百般突出的兴趣来。这位是来自澳洲的葵花英语，名字小玉，小玉非常小心谨慎的选择。小玉能够跟马丁和表白方错了。哎，对了，非常棒，哎，最后一个好结果拿过来。冰箱机往左边放哦。那很好，很快小玉表情丰富与神情大家好。他以他的独特方式跟大家问好，希望大家一起玩开心，过得愉快。我身边的鸟儿彩色的鞋，它是来自本周的金丹鹉，羽毛白色是来自澳洲的葵花鹦鹉，接下来色彩是来自美洲的金丹鹉，我们全部给大家上台。这是红色跟蓝色的，它是来自美洲跟非洲的金丹鹉，寿命要活到80到100岁左右，也因此被人称为长寿鸟。好，再把座位上来，摆放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公鸡，叫做石磨。在对金磨器金磨之前，首先要使用石磨磨成泥、面、布汁等等才能使用的。磨的过程中很费力，有身份人家有身份的贴磨，没有身份人家要靠人家贴磨，水煮了要贴磨手法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脸上的条纹，这种蓝色的话它是比较明显，也是比较好看的，红色也有，但是没那么明显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对于那些老夫要多背几圈，证明给大家看一下自己也是一个劳动人手。给观众看一看，哎，你的声音有没有想法？还有老夫推慢慢来，大家全动起来了。好，咱们小傻姑娘也是一圈一圈卖的贴膜，不够好，回来奖励一桌，不够好，回来叫公公吃来小傻姑。我对两圈吗？对，我对两圈，回来休息了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自己是，哎，最棒的，哎，加油，非常棒，坚持实力。慢慢来，最后两圈够回来休息。你好，哎，非常棒，最后一圈一口气把它推完。马上到终点，我做完我推，回来休息了，慢慢来啊，要起来吗？来，让小老婆稍微休息一下。来到现在了，我们要去互动一下。这边提醒你们，小这些绿色什么亚洲的大黑仙舞，除了小草，它智商可达到人类小孩2到3岁左右的智商。经过长时间的水手锻炼，它可以展示些大家喜欢的舞来。中国是南极项目大国，来自澳洲的小花草，它也是太阳光海的选手们。中国的南极太阳光草哦，南极呢有4个基本功，在腰、顶、头、头、腿上。现在小花草给大家展示是腿上的力量。眼睛是黑色，是雄性小葵；眼睛是红色，是雌性小葵。这些对我来说，每种鹦鹉的职称分别要看它的年纪啊、体态特征。可以给大家一点介绍的职称分别在哪里？第一只小鸟在原始的本土上走来走去，运动能力也是要拿捏到中心，完在脚爪跟不上空间，这是培养完整一只小运动。一只小鸟在圆形的滚筒上滚来滚去，意思是来滚滚。在这里，小伙伴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来环境，来滚滚。哎，非常棒，咱们小花脚稍微休息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要进行个互动节目。我们请小鸟跟长寿鸟分给大家献花送祝福，请大家把右手举高，感心向上，像我一样，手肘不要动，要去摸小鸟家的鲜花、羽毛以及脚爪。还有这个互动节目不允许拍照，请大家把手机放在手包包里面。对了，每个游客只能进一次，大家不要抢，不要抢，小鸟会自己做出选择。你的手现在扮演的是一根树枝，小鸟要到树上休息，如果树枝在动的话，肯定是背着大家手。哎，对了，大家边看小鸟，也祝大家里面边鸟啊。那个桌面上呢，有三个不一样颜色形状的小图形，要求小圆摆放出跟顺序来。这游戏呢，想瞅一下小鸟无脑不智商，看看过过聪明。哎，小丽，刚刚转阳历，你怎么搞大了？你站起来一下，站起来。哎，大哥，别过去。对的，好，加油。慢慢来，检查一下。哎，发呆了。对了，弄
我们要检查一下，我们要弄得完整整整的整齐。好嘞，这里可以有人分享吧，观众都是分享，刚刚我们要赶他出，出一个来。像小朋友来吉祥幼儿园，或者是小手手，也是比较喜欢玩的拼图、拼字板，红小年呢，他也特别喜欢。可以让妈妈来。吉祥吧，哪一个？你要不要？好，对了，白不小也牵手吗？白不小的手一下。看小鸟。走走，你。接下来呢，下场是我们的大背心舞人家上场。刘华迪是广大少年儿童最喜欢的娱乐节目之一，每到春末放假，为了欣赏儿童的场所，这边组合了花童战场。我们小奶特别喜欢刘华迪，这一次来自四川的大背心舞，一个小哥哥。对了，好，速度稍微点快，在场的同学们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我们来这边，两个人，好，不要动。哎，然后好，知道吗？慢慢走下去，不要停歇。下滑，嘴巴是红色，是雄性的；嘴巴是黑色，是雌性。慢慢走下去，小心。小豆，往这边过来。再来这里，站在一起，要准备，是吧？这种大飞秀舞在中国的话，叫云南、广西、四川、西藏南部有的原场地，有的原场地发送小花呀，到处地方是最多的。然后慢慢走上去，对了，好，做准备，准备下滑，对了，非常棒。再来这一次，有一个人休息了。老大鬼，你去那里干什么？来，走，这是一滴，真是非常乖巧可爱。准备，来呀。准备下滑，这个高度呢，相当于人类站在山头的高，从很高地方滑下去，可笑大勇气。我们小哥哥可是非常勇敢的鸟。那台子吗？可以抬下来，举高。好，刚才手上又接到吉祥鸟啊、长寿鸟的，大家等下接到电脑处理杯去看一下自己的照片，有喜欢有满意的，先把这份吉祥如意、健康长寿带回家。啊，吉祥鸟的都可以来我这电脑上选照片啦，照片呢是抢拍下来的，想要的呢可以洗出来带回家做个留念的，所有吉祥鸟的都可以过来的挑选照片，等一下呢给结束了人多拥挤可以提前过来选，没有吉祥鸟的请大家继续看表演，小鸟表演还在进行中。在大象学校里，大象长条腿走路时，当然咕咚咚。一只小鸟，它会溜冰、会骑车，也是非常厉害的。骑车时会让肌肉得到更好的锻炼，经过长时间，双腿会更加的强壮。大家有时候出去玩或者去上班，不赶时间，大家都会选择骑车。因为骑车的话，它也比较方便，也能容易堵车、堵路，而且还是一种养育中之一，养育中典型功效。天亮慢来，走进走红。像大家去过健身房的，大家都知道健身器材真的会有骑车，因为骑车的话它可以练你的肌肉，完成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，财源滚滚。金丹舞它可以分为小对方向吗？诶，找错方向吗？对呀，就是那边教不教你啊，我来到这边，来，来，你放一个方向，这边给小朋友们开始，然后非常棒，这现在给大家展示手臂向上，哎，对了，非常棒，这边给哥哥来休息了，这位是最棒的。我们小花长得他眼睛是黑色的，是雄性的，我们小鱼眼睛是红色，是雌性，所以离得大家太远了，所以说大家也都不清楚他们的雌雄分别在哪里。有些所有的鹦鹉的雌雄分别它的不一样的，有些要看眼睛，有些要看嘴巴，有些要看皇冠。来，让妈妈来，对了，非常棒。最后，所以小鸟呢，它们脚趾有两根脚趾，一对前趾，所以说在圆形的腿筒啊，四肢上半以上的不让它动。它可以平均做到两到三倍的重物，也可以养开，比较轻的坚果类，再做两个我们来休息了。他们来，第一个非常棒，很好，坚持。哎，最后一个，哎，
好，跟董真下来吧，下来手鱼也不夸，身体也会挺到水上，真的是一个挺强的好同学。OK， 这样我们小花鸟的教育休息一下。接下来呢，下场是我们黄班手艺师给大家上场了。现在的环境呢，一日恶劣，保护环境很繁忙。这黄班手艺师呢，他也积极行动起来，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厉害。他是想告诉大家，大家去哪里呢，都要学会扔垃圾，自己的垃圾要随身带走，要学会分类，扔垃圾、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。我们下面呢，他今年有18岁，他是个小女生，但有个很多小时候可以比较顽皮，比较调皮的一个，是吧？他也可以叫做游戏金刚，他也可以叫做黄蓝金刚。去放下你，给他放在哪里？没找到，进去。别说，给他给吓一下。给他喝酒呀。这个给人同伴吓了，好，去吧。对吧，这里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今天上，来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你俩非常棒，还放个小熊给你看，你看，继续，大家都吓一下，看一下，大家缓一下，慢慢来，在小车车里面，别的头，要边捡垃圾，要边推车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精神可嘉，不能学习。那像淘宝车装满后，要送到淘宝站回收处理。他们在野外生存能力很强，飞行速度很快，飞行高的话可以达到60以上。慢慢点，怎么办？最后一个，然后往前推，再点一下，再往前。很好，最后关键提醒大家一句，请爱护环境卫生，地球是来生存的家园，保护环境，从身边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举手之劳，环境更美好。好，尊敬游客朋友们，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刚才手上一只到吉祥鸟、长春鸟的，大家可以到电脑桌那边去看一下自己的照片，有喜欢、有满意的，可以把这只吉祥绿卷毛鸟手带回家。